那之后进了全国的话呢，我要是很喜欢青春赛道上的选手，我也可以去对他进行这方面的辅导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。好，好，懂了。嗯，看来还是选了一个很友好的方式。嗯，是是是，但是怎样？总是要擦点火花。我们也不可能都为了男人去擦火花。有道理，对呀、啊，要强也强女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我们知道杨幂属于那种霸道总裁，反正最后如果说咱们的选手对吧，和杨总和选手，其实那种花样男士的撞在一块儿怎么办？是说撞脸吗？不是撞脸，是觉得是他外表重要还是说内涵重要？其实都重要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选偶像的话，其实他是这个平台他需要的是都需要拥有。然后，但是，就我觉得内在是什么，偶像有偶像的优点，是吧？内在有内在的好，对，这两者本来就是不同的方向。我觉得咱们这个平台既然存在，就是不管你适合哪种方式，我都会按照你适合的方式去打造你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对，啊，对，是，对。从不强求，比如说以前花花在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大家叫他去非要去跳舞，对不对？那就很尴尬，对不对？也不加分，对吧？对，粉丝跑光没意思，对不对？哎，刚才跳了一段哈。点击新浪微博发现页，在上方搜索框输入橘子娱乐，点击搜索，然后点这里关注我们，明星一手资讯、独家专访，还有各种福利都在这里啦。